主料：猪肉200克，咸蛋黄一个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姜、蒜、葱、生粉、蚝油、生抽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猪肉剁成肉泥，加入油、盐、生粉、蚝油、姜末、蒜末、葱花拌匀，腌15分钟以上。把摆好的肉堆高成塔，在肉上面放上咸蛋黄一枚，上锅蒸熟。上锅蒸熟，我是煮饭的时候顺便蒸的，节省能源。蒸熟后在上面撒上葱花，淋上生抽，再浇一点热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猪肉选用肥瘦约1:3:7的，出来效果最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G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